我们今天依教奉行啊，认真学习啊，只求往生，没有其他任何念头。啊，世间这些习俗都没有必要啊。做寿不如送往生啊。啊，大家都念，都念佛，功德回向，这叫真正出寿啊。啊，把经也不念着，跑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？凑热闹。啊，搞得一团乱哄哄的，这个跟佛法相违背啊！啊，真正清净平等觉，这是最高的礼物，祝寿的礼物。啊，其他的都是扰乱人心。啊，好在我现在不怕你们。你们动不了我，啊！你送再多的东西，我理都不理会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啊，这些这个办事的、厨房的，大家就分掉了。啊，确实，我根本不看一眼的。啊，钱我也不看一眼的。啊，交个场主。啊，所以清净平等觉是真的，信愿念佛这是真的。啊，你真正的受用，我也得受用。下面你看这个细心一处啊，不思其他，如观经，在下面是观无量寿经说的，应当专心细念一处，降于西方。啊，底下解释执中的本。啊，执中执是比喻。啊，种什么呢？要种的本。啊，什么是的本？下面说如善根。啊，什么是善根？小乘的善根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三善根啊。菩萨的善根就是精进，就是这一条啊，勇猛精进是菩萨善根。得者善也。本者根也，啊，有得本者，得中之根本也，是一事一故，弥陀名号名为得本。这解释的好啊！我们一天到晚心里想阿弥陀佛，口里念阿弥陀佛。这就是执中的本，执中的本要纯，不能要杂，纯而不杂，其他念头全没有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。
佛。